电瓶车，啊，在这儿。你摔哪儿了？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你骑什么电瓶车？我呀，没事儿。是我要见你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跟他说你不会跟他和好了，他不信。你把我当老远框来了，就是为了让我来回答这种无足轻重的问题的吗？ 如果真的这么无足轻重，那你坦率地回答我，爽快地说你不喜欢我，不挂念我了，这辈子都不想见我了。你说，江瑶，现在已经不是十年前了，不是你想要什么答案我就给你什么答案的时候了。所以你给不了。你可真是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喜欢玩这种游戏，在茫茫大海里撒个饵，等着我来咬钩。你买我的书留你自己的名字，为的就是让我来找你。 你吃定了我，你要的就是这份成就感。你完全可以不找啊，但你来找我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你心里还有我，这就是我要的答案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你就这么自恋？你凭什么觉得他还在意你？就因为他写书，就因为他跟你分手之后没有谈恋爱？你的话更加佐证了我的观念。 你这是在给他留余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像一个白痴一样，一路抄着素痴这罚单跑过来，不是为了让你俩拿我打赌下注用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知道的。我就是不想看你再受伤害了，你就不能跟他说清楚吗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说不清楚。你要是不愿意当面跟他说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说，可以发微信说，想说的话怎么都可以说清楚。你是不能当面跟他说。 你抽空去关心一下周成成吧。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他晚上没回电里，我怕他不安全。我先挂了啊。我就是犹豫，怎么了？这是我的时间，不是你的，不是你们任何人的。 我连犹豫和迟疑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你给我什么关系啊？喂，妈，想我了？想你了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回家路上呢，怎么了？你没跟温让吵架吧？吵架？我怎么会跟他吵架呀？我又不是他什么人。他刚给我打电话，说点担心你。那他可能就是人道主义关心吧。我到家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